台湾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安尼，午餐食有饱啦吼。伊只吼，若食无饱，你会当阁续盘吼。你要食两个，食三盘拢会使吼，不设限吼。啊，因为今日即节课吼有两点钟的时间。啊！伫即个中途呢，咱会休困十分钟，吼、哦，会休困十分钟。啊！伊即节课咱要所讲的，就是讲台湾的近代史，吼、哦，到底是偌近，吼、哦，还是讲蒙古的时代，还是清朝的时代，吼、哦，咱就是对即个1895年。哦，就是甲午战争了后，这段的近代的历史，哦，才来对这来讲，以过去吼，咱所读的，哦，你甲我所受的教育，迄拢是假历史，哦，咱过去咱拢唔知影，咱若无看到这原文，咱嘛唔知影讲啊，害咯，咱较早老师甲咱教，拢是假的历史，哦，啊，今日真欢喜。哦，咱大家会当来遮探讨，哦啊嘛，恁将这个宝贵的时间，拜六礼拜，哦啊牺牲这个时间来遮探讨咱台湾国际地位的正常化，哦啊非常感谢，谢谢，哦。来，咱即阵来看这个破罐头，哦。因这是近代的历史的回顾表吼，啊，遮这拢是标题，啊，较等下我会一一吼来做解说吼。咱就是对这个1895年吼，1894年的时阵开始吼，大清甲大日本帝国吼发生这个战争，啊，是真短时间吼就结束，所以讲伫1895年的4月17日。吼、哦，签下下关条约，那就是咱的教科书，咱拢是讲马关条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一个地名，吼、哦，地名，吼、哦，啊，伫这个5月7日，吼、哦，5月7日生效，吼、哦，5月8日又签约日啊生效日，吼、哦，过来就是1905年天皇。是因为战争，吼、哦，以条约取得台湾甲澎湖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所读的教科书是讲日本，吼、哦，确占台湾，这是唔对的，因为以战争，吼、哦，以条约来取得，吼、哦，台湾甲澎湖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这个天皇。伊有台湾甲平湖了，吼、哦，伊开始对6月17日，吼、哦，开始施政，吼、哦，就是到1905年甲15年，利用这10年的时间，吼、哦，建立台湾的主权，是头一个建立台湾整个的主权，就是日本天皇建立的。啊，为啥呢？哦，咱等下，咱来搁做解说吼。到1937年4月7日开始皇民化，因为日本天皇拢按照万国国法的这个 SOP 吼、哦、来在进行吼。伊、哦、咧头一个得到这个台湾这块主权，开始建立主权的时候是权力的主权。唔是领土的主权，所以讲日本天皇爱搁实施教育，实施皇民化，吼、哦。啊，等下啥物叫做皇民化？吼、哦，咱来做一个简单的解说，吼、哦。过来，1941年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因为台湾的国际地位拢是对二次世界大战了后所发生的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到底是啥物人，吼、哦，来发动这个战争，吼、哦，这等下咱来做解释。
到1945年四月七，这嘛一个四月七，啊，1937年这个有哪一个四月七？这个四月七，吼，1945年四月七实施明治宪法，因为这个四月七，吼，是日本的会计年度，吼，会计年度就是讲公务人员，吼，上班爱是这个学生上课，吼，拢伫四月七。哦，这叫做会计年度，啊，伊来实施明治宪法，按照这个万国国法吼，这个 SOP 吼，开始方便化了后，就是权利的主权实施了，到一段时间实施明治宪法，迄叫做内地延伸，哦，治愈甲华语，就是讲你伫这个区域。实施这个基本法了后，到一段时间，这个人民已经有重视教育方面化了，那实施明治宪法吼。实施明治宪法以后，就是将这块岛屿合并是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，这个领土变作领土，就永远拢割袂出去吼。啊，若是领地。会当分割，哦，过来就是到1945年8月15日，哦，因为战争啊，所以讲伫这两粒原子弹的影响之下，所以讲日本天皇无条件哦来投降，哦，过来伫1951年，哦，9月7日签下旧金山和平条约，这个旧金山这是一个地名。哦，包括波茨坦宣言、甲开罗宣言，哦，这拢是一个地名。哈、哦，开罗宣言就是埃及的开罗，波茨坦这就是波茨坦，就是伫德国的小城市。哈、哦，这拢是一个地名。哈、哦，到1952年4月28日生效。这个9月7日虽然是签约日，但是无代表。伊战争结束无，爱到即天生后即天，那是结束战争吼、哦，结束这个战争。来，咱即摆咱简单吼，咱来做一个解说吼。为什么台湾这块土地到底是啥个？咱来拍开这个土地天本吼、哦，包括。咱伫民间伫买土地嘛相共，啊，到底这个我要买的这块土地，这个地主唔知有摕所有权证去借钱无？哦，咱嘛爱看清楚。如果你若有借钱，是毋是爱将这个钱来还互银行，还互清楚？等于国家嘛相共，吼、哦，到底这个土地条款拍开了？有两个上大的祭祀，就是伫1895年，哦，日本天皇取得台湾甲澎湖，这是殖民地会当挂的。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台湾这块土地的土地天本靠岸伫美国的手里，哦，咱失败，啊，所以讲美国有台湾这块岛屿的占领权。这就是伊这个土地天本吼，咱简单来解说吼。第二就是讲建立主权，拄仔咱有提起吼，这个1905年到1915年，天皇头一个建立的主权就是权力的主权吼。譬如讲，荷兰啊、西班牙啊，吼，大都王国、东联王国就是郑成功。过来就是大清帝国，大清帝国管上久212年，吼、哦，因拢无建立主权，就是日本天皇头一个建立主权，啊，伊安怎建立？就是对北到南整个规地哦，啊，因为大清帝国时是高山迄个区域无建立，吼、哦，等下咱会当来看。第三点就是讲，这个土地
土地法，咱会当比较啦吼，国内法，吼，伊个意思相同，但是伫国际个即个名词无同，吼，就我拄仔讲过，咱买土地，伫咱民间咧买，我要买即块土地，咱会爱去叫迄个来测量，到底我即块地是四角个，还是三角形个，吼，还是有四角无，有迄人贪着咱个地无？即咱拢会去研，迄叫即个土地的即个介质啊，吼，还是来量啊足详细。但是，即是伫国内咧讲的是用土地来解释，但是若是国际呢，咱就拢叫做主权。啊，到底即块主权是啥个？吼，即咱的名称啊是不一样哈，名词不一样，但是意思拢相同。来，咱即摆来做一个解说吼，这是伫1895年吼五月七日日清的马关条约吼，那是伫日本叫做下关条约吼，大清大皇帝大日本帝国的天皇陛下签订台湾周边群岛，但是你甲看，即块土地你甲看吼，即、这个。像蚕啊，哦，人讲牛啊，这敢有生台湾？哦，无。但是大清关212年，没有建过整个台湾。哦，啊，这有6个屯垦区，那是伫西半部，高山、边缘拢总无人管，叫做化外之地。哦，啊，等下甲日本天皇对1905年开始使政的时阵，都异性哦，遐高山族的就讲奇怪，啊，遐有遮人入来咧甲阮关东关西，迄个使，安怎，迄个袂使，迄个袂使，所以讲，你若去看一出迄个《赛德克·巴莱》，应该恁有看啦吼，迄、哦那个太阳旗下彩虹桥，哦，内底有。类似武侠事件，香港即台湾日本天皇来咧管理，拢是有所关系，吼、哦，拢总有牵连在内就对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伫大清关212年，伊无法度呾建构主权，因为伫遮，但是日本天皇伊拄仔对北甲人开始。派警察、派军队，伊要征服哦，规个台湾，带来建构主权。迄个人就是伫台湾唯一建构主权的人。哦，所以讲，咱来产生今日伫台湾遮话人是讲奇怪，啊，韩国伊会当独立，是安怎台湾未当独立？的原因甲这拢总有关系，吼、哦！啊，等下我一定来做解说，吼、哦。来，这就是马关条约的原文，吼、哦。咱拄仔有看，我阁详细互大家，吼、哦，做一个了解，吼、哦。来，啊，咱即马看的这两个人，吼、哦，这个应该咱拢捌，吼、哦，李鸿章，这咱读这个历史，咱拢知。但是这个伊藤博文，咱就拢较唔知影，因为伊藤博文啊，伫马关条约在签约时阵，是日本天皇派伊吼、哦、出来签约，啊，中国就是派李鸿章吼，这两个来签约吼。点到的时阵，就由咱第一任的总督吼、哦，华山之地吼，那、哦。这个李鸿章的第二后生李金邦，哦，因两个来点包，包括南沙、西沙，哦，甲这个钓鱼台，总共有36个小岛，哦，一一来点包，点包完了，哦，当开始由华山之地开始，哦，伫台湾甲朋友家做头一级的总督，哦，总督。
啊，这个下关哦，咱讲这个马关条约哦，啊，日本叫做下关条约，就是伫这个日本的北九州市哦，去伫遮这个下关市啊，就是山口关下关市这个哦，啊，这个就是当这时签约哦，诶，这个场所哦，谈判场。这个叫做村旁楼，啊，因为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伫头一粒的原子弹弹吼，是八月七日伫广岛倒下的时阵，伊这个受着影响吼，为个夷为平地，啊，所以讲叫这个伊藤博文，搁伫这个所在吼，原来的所在，遮搁建立一个谈判场，这是纪念馆吼，日侵。假和纪念馆啊，惊就是刚好吼，就是下关条约吼，这拢是地名啦吼。来，过来就是讲，咱遮有两张图吼，一张就是这个十八陵长谷川新的总督甲十高陵，这两个代表的意义，这个、是代表殖民地。这个是代表是领土，殖民地就是第一年到十八年，那时阵叫是殖民地。殖民地的总督是由天皇来派任的，啊、哦，由天皇派任。但是那伫迄个时间点，咱若是战争结束的时阵，咱台湾这甲平湖是小家，也可以当挂念。是你因为战争失败，你才被挂出去哦。但是伫1945年的4月7日了后，合并伫领土，就永远挂袂出去啊。合并这领土的时候，就由首相来任命啊。伫第十九任这个安藤利吉，就是首相来任命的啊。东条英机啊，当这是诶这个首相。来，咱再搁做一个较简单的吼，来做解说，就是天皇任命的总督吼，伫殖民地的时代叫做基本法，吼、哦、基本法，总督会当家己任命基本法，吼、哦、实施基本法。但是若是合并伫新省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叫做明治宪法，吼、哦、明治宪法。来。咱搁来看吼，领有台湾的主权之下的天皇，吼、哦，咱明治天皇，这个拢是伊的年号啦吼，年号啊，大正、昭和，吼、哦，啊甲金雄的天皇叫做平成，吼、哦，平成。按真真正正的名，吼、哦，明治天皇叫做木仁，吼、哦，啊，大正天皇叫做嘉仁，昭和天皇叫做汝仁，啊，这个金雄的天皇叫做明仁，啊，明仁的大后生叫做德仁，吼、哦，第二后生叫做文仁，啊，因为德仁无生后生，吼、哦，就是文仁生的细汉吼，也叫做优仁，吼、哦。啊，因全部拢是人字辈吼，即摆拢是人字辈吼。来，咱即摆咱来看讲，啥物叫做皇民化吼的由来？皇民化的由来是安怎？吼、哦，咱遮有简单一个图吼，即、哦、拢是老师。啊，阮爸爸迄个年代，差不多拢像安尼。啊，因吼的年纪。五岁以来，拢捡做一班，哦，无讲像咱讲七岁一定就入二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十二岁就毕业，毋是，因迄个年代，哦，有诶有较大汉，啊，有诶有较细汉，哦，啊，拢捡做一班，哦，啊来学习即个日语，哦，伫即个1937年开始，哦，到1945年，哦。41年就是方面来的这个运动开始吼，按照这个万国公法的 SOP
伊开始伫即个八年的即个当中啊，就是讲伊开始实施的时阵，伊拥有即个台湾甲澎湖，伊人要甲人相处，还是即个语言，咱无法度他到哦，算讲无法度通啊相共即个语言会当通话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一定要教育，哦。啊，这就是伫迄个年代，伊这日文呐，哦，日文我也无介了解，但是普通伊有分平假文跟片假文，哈、哦。啊，咱简单，咱来甲做一个解说，哈、哦。咱啊。较早咱叫阿公的吼，拢是叫乌卡食，吼，哎乌豆食，吼阿嬷就是叫乌卡食嘛，吼卡食。啊，这个乌，这个就是一个称号，吼。啊，那爸爸就是豆婶，吼。啊，那妈妈就是卡食，卡食。啊，那阿兄。哦，咱来叫逆上，哈、哦。啊，那小弟，伊小弟这个乌豆豆，哦，伊原来就是叫乌豆豆，哦，这个是无这个称呼，伊小弟，哦，称呼啦，叫弟而已。啊，你哪个小弟，伊哪个个，个里迄较细汉，叫小小弟，安尼就无法度通啊来个。哦，做一个称呼，所以讲弟吼、哦、就是乌豆豆，哦，这个就是直接的称呼吼、哦。啊，那大姊，哦，有内只，哦，有内只。啊，那小妹，哦，妹就是叫做姨母豆，哦，姨母豆。啊，那阿伯阿姆，哦，伫因日本的迄个年代，因无在叫讲。啊，姑丈啊，姨丈啊，吼，还是叔公啊，叔伯，因无在叫的称呼，只要若是遐长辈去，阿姆、阿伯、查甫拢叫奥利桑，吼、哦，啊那查某的拢叫奥巴桑，吼、哦，这是咱伫市场吼、哦、菜市啊，咱来咧买菜，咱有足少拢会叫老板，吼、哦，拢。直接拢叫乌阿桑，哦，这就是方言话的一种。要搁有，咱若有在上班，等下，若伫迄黄昏的时阵、暗的时阵，啊，拢有人用一台迄个前一台车、小货车，啊，顶边用一个迄大个，迄像迄个红光，哦，啊，伊内底拢会放汉字，哦，啊，顶边伊迄种用一个。白啊吼，写着亚奇摩，哦，就是咧行行字，哦，甚至咱即马较少啊，因为咱拢有手机，所以讲较常在听音乐，哦，那较早的音乐啦，哦，音乐咱拢叫做啥物话？来自哦，哦，来自哦，啊，搁有。哦，甚至真较热，有个人若爱啉啤酒，日语叫做啤酒，啊、哦，啤酒。啊，即阵呢，咱每一家拢有骑机车，哦，迄个机车叫做奥多拜，哦，迄种日语的叫，甚至咱啊，吼、哦。亲戚朋友，还是讲咱本身有做过陶醉，还有做过肉，吼、哦，咱的迄个捏啊，咱拢叫做片子，啊，若在俄罗斯的叫做罗赖吧，吼、哦，迄拢是日语的一种，叫做方面话，足济吼，足济啊，伊我做一个教材吼，所以讲我简单吼，比一个个。来，这个就是1941年12月7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，
的这个首相哈，叫做东条英机。啊，因为为什么无向去理讲来发生这个战争？伊就是有某种的原因哦，就是讲，伫这个华盛顿军事条约内底有规定，迄五个国家参加哈、哦，就是美国、英国、日本、啊、意大利、苏联。因开会当中有规定，哦，就是、以军事、以人口数来规定，你共存会当做几只？哦，因有一个条约规定，但是东条英机，迄阵是伫这个军事条约内底，伊当做三只共存尔。哦，结果呢，伫迄个年代，哦，1939年、哦1940年迄阵，拢是伫战争。伊东条英机为着要讲，将日本啊的军事，哦，包括海军、陆军、空军，伊拢爱做甲上强，所以讲违背了军事条约，伊甲做一个 team， 啊、哦，就是海军有潜水艇、有干船、有驱逐舰，哦，伊做整个 team， 所以讲受到美国的经济制裁，哦啊，所以讲，伊伫这个1941年12月7日，伊伫要战争的进程吼，伊这个好啊有吼，就是这个珍珠港的迄个地形拄啊好，作成日本的鹿儿岛，哦，所以讲，伊伫鹿儿岛训练三个月了。那开始发动这个战争哈，咱伫这个影片，咱来当看到讲，偷袭珍珠港，其实不是是奇袭，因为伫这个国际战争法有规定，你如果那是无宣布，就是讲战争一定爱两个国家同意，哦，这当然违背着。国际的政治法，你若如果无宣布去攻击的话来讲，叫做偷袭，哦，安尼你会受到这个制裁，哈、哦。所以讲，咱这影片咱来当看的对吼，啊，即嘛，这个就是珍珠港，哈、哦，珍珠港。啊，所以讲，这你若伫 Google 吼。甲拍起，恁着看会着。啊，因为我伫即个功课，我用做一个教材吼，我截取吼几个影片吼来做教材用吼。来，啊，当这时即个美国的总统叫做罗斯福，吼，罗斯福呢又分做两个，一个是小罗斯福，一个是大罗斯福，这个是小罗斯福。啊，因两个是堂兄弟。大罗斯福伫1902年，吼、哦，伊嘛做过美国的总统。但是为什么我特别用罗斯福？因为虽然伊是小儿麻痹，但是伊做过全球内底唯一 number one， 做过四任的总统，全球唯一而已。到即阵，进前落来拢是两任尔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，伫迄个年代，吼、哦，拢是伫战争。尤其是伊选第三任的总统的时阵，是一面倒。伊讲所有美国人，查甫拢总免做兵。哦，迄阵，话一寡妇女票全部拢总投罗斯福，吼、哦。所以讲。伊享年63岁，吼、哦，啊！伫这个活动的当中啊，来跋倒吼，这个应该大家拢知嘛，敢有人唔知？啊、哦，这个就是白宫的后院，啊、哦，白宫的后院，啊，伊就是伫这个所在，伊来伫运动的时阵跋倒，啊，就爬袂起来。这个敢若看到面色面色吼，这个是我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伫去年
去年三月十二，吼，咱第二次去控告美国甲这个 ROC， 吼，啊，所以讲结束了，咱有经过这个白宫，吼，伊这张图是我用手机入去翕的，吼，啊，所以讲就到迄个栏杆，吼，啊，无正常拢是四颗恁都伊拢栏杆微调，你要爬去这个墙啊就袂使。因为你若伫咱个时光走廊，你有看到吼，也有我咱伫遐翕相，也袂使爬伫这个墙啊。伊四颗恁灯拢是便利甲检查，伊只要把你经过第一届就开枪，前半年就开枪。美国个伊个检查就是安尼，他会警告你一次而已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伊内底吼，包括伊内底白宫个内底，这种武装警察。真枪实弹，吼、哦！按四国联邦当中围墙啊，吼、哦！以你那背景，他就预备你有这个动作要跳过去，吼、哦！所以讲，伊遐个武装啊，警察便衣拢做严格，吼、哦！啊，这真的很难得。五十几年才去到美国，啊，尤其是坐飞机坐十二点钟。坐过地球一半，哦，啊，迄脚拢水肿，即后摆我都唔敢去啊。十二个小时，每顿来坐13个钟头半，啊，拢坐伫啊，哦，真的很不舒服哈、哦。啊，伊所在个作业呢？哦，啊，对于这个1933年。以后，吼、哦，对罗斯福，当时是副总统，就是杜鲁门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话人讲唔知影，到底台湾民政府，这个将领者是美国总统，啊嘛唔知影，因历年过来的这个总统，吼、哦，到底是啥物人？我简单做一个解释，但是上重要，就是因为美国只有两个党，吼、哦，就是。民主党跟共和党，哦，比较看历任的总统，哦，就是讲民主党跟共和党，哈、哦，啊，这是伊最近咱较知影哈、哦，雷根啊，哈、哦，啊，细汉的孙子这个卡特哈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老布希，哦，啊，克林顿，哦，啊，这个就是小布希到即马现任的奥巴马，哦。拢是民主党啊，共和党，啊未来台湾民主嘛是会开放两个党，就是民主党甲共和党，啊，互咱来重新自由来选择，因为民主党伊是较无钱啦，但是呢，伊人较侪，啊那这个共和党呢是较有钱，啊就是人较少，吼、哦，是安尼关系。啊，看是恁咧做较无钱个，还是要做较无钱，吼、哦，都可以任意的选择，吼、哦。来，啊，这个是1945年4月7日，吼、哦，昭和天皇下诏书，吼、哦，这是天皇的意啊，这袂使乌白刻，吼、哦，袂使乌白刻，只能在大臣，吼、哦，亲身签名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迄天四月七实施明治宪法，开始哦，台湾甲澎湖已经着合并伫日本天皇的新设不过分割领土，哦，迄天过着挂袂出去，哦。来，啊，咱即摆甲看，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咱是属太平洋的战争。哦，就是日本甲美国属太平洋的战争。啊，为啥物遮来写台湾哥沙义勇军吼、哦、义勇军吼、哦？因为伫这个时间点已经还未合并了，所以讲迄阵叫做义勇军。伫这个1945年4月7日以后合并这领土。迄阵日本天皇正式征兵，迄阵就是叫做皇军，吼、哦，咱三个军事里就是，迄阵
1945年过来了后，开始被征兵，叫做皇军吼。啊，结果去嘛是拢无倒转来，拢总是伫即个靖国神社。咱靖国神社内底有39,100个英灵，就是迄阵拢参加伫南洋战争吼，啊，亡身去吼，啊，所以讲日本天皇吼伫遐供养吼，伫靖国神社内面供养吼。你若有机会，等下咱这个影片我有会当看下底吼。来伫二战结束的时阵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麦克阿瑟本尊吼、哦。日本天皇透过这个翻译吼，啊，把这个麦克阿瑟讲，因为这次的这个战争是拢总由天皇来发动的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伊。天皇这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，结果呢，麦克阿瑟伊无样无，伊派伊的左右手，哦，派伊的部下去调查，到底这边是啥物人主动发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就是拄仔咱讲的东条英机，哦，所以东条英机又是被枪杀哦，他是被绞刑，哦，绞刑大家知啦吼。就用尸啊，直来吊死，吼、哦！啊，天皇无受处分，吼、哦！啊，这是伫这个东京湾，吼、哦，密苏里舰签这个投降书，吼、哦，9月2号，1945年9月2号递投降书，吼、哦，诶，这个经验。来，过来，咱伫进行。十天前，吼、哦，咱的媒体报纸，吼、哦，咱拢总看会到，啊嘛，足济人讲，伫洪世珠的这个案件，哦，啊差啊，讲后人甚至讲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，吼、哦，啊你甲看，到底谁是诈骗集团，啊谁是流亡政府？咱就咱来解看哈、哦，这敢是战胜国？这是中国人的烂脸。所以讲，洪世珠啊，他是中国的第二代，哦，啊，过来嫁哦，这个同样的第二代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伊足了解，他非常的了解。他们本身的处境，啊，所以讲，伫我当时是伫这个高雄州做副秘书的时候，我有跟他有在提起，伊讲伊是一个公民记者，哦，啊，伊想要来了解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，啊，伊嘛有申请这个新闻奖，哦，啊嘛有参加咱个初级班。哦，甲高级班，就是讲伊要了解，但是伊无想要做官，他不想当官，只是讲到底恁台湾民政府是公法律啊，是啥物做法律，他要彻底来了解，哦，这个法律做个记录，哦，结果咧，伫今年即个228，哦，啊发生即个代志，只是讲伊要甲即、這个。详细的经验，甲大家讲个清楚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这个中国难民嘛，唔是讲呾，敢无歹听，欧洲嘛有难民啊，哦，伊是甲整个事情，哦，甲伊公开详细经验就是安尼，哦，结果咧。即个难民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伫阮哥哥伊捌咧讲，讲迄阵读国校时阵，伫做校长，迄校长是中国人，唔捌字，啊，人嘛伫做校长，吼、哦，啊，到我即阵就无啊，啊，你若讲唔捌字，安尼也想，啊，教出来学生要安怎，嘛是唔捌字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讲捌的较少，吼、哦。甚至伫10月2号，即天
叫做光复节。吼、哦，伫我还袂了解这个法律的进程，咱也是认为讲哦，光复节啊，战败国哪有光复啦？有光复节，所以讲浙江唔是啥物光复节，浙江就是交战国分配占领日，所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些国家，伫浙江分配占领，吼、哦，啊，蒋介石伊嘛分配占领伫这个越南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伊是真短时间，伊就撤退，吼、哦，所以讲来伫台湾。哎，大家知啦吼，浙江唔是光复节啊。刚个人讲，浙江是光复节，吼、哦，应该拢都有了解啦吼、哦。你买当上网吼、哦，去来查，就你甲查流亡政府，就有写着俄罗斯啊，吼、哦。来，啊，这张是1946年1月12日，这张是原文，太重要。哦、其实我请问咱在座有请咱台湾民众的 ID 无？没有请嘛吼、哦？啊，迄、那个是写，敢有写阿欧斯？应该无啊吼，写、哦、台湾政府身份证。吼、哦，伫1946年1月12日，伫浙江，中华民国用一个行政命令吼。哦节参制第01297号的训令，从台湾一夜之间变成中华民国籍。1946年1月12日，但是伫3月7日时阵，当年的3月7日，英国甲美国两家的抗议，我都还袂将政权来交予你，你是要哪要甲改变人的国籍？哦，但是了后。改变国籍了后，伊就是蒋介石，就是讲他们不服管辖，哦，所以讲会发生这个228的事件，1947年228的事件，哦，当然发生。啊，你发生这个228，哦，这是在讲，你若去看到影片，你真正会了无？吼、哦，这因为。我做教材用啦吼，啊，即恁会实际，恁会看会到，恁若上网去看，恁就看会到吼。即伫1947年吼，当时是《纽约时报》，伫美国《纽约时报》，伊嘛对228大屠杀做一个报道，吼。我捌去看两摆，我拢毋敢看，因遐佫甚至吼，人甲你拍跑死。啊，画一条狗啊，啊，拢甲你呆呆伫迄内底，土砍砍的尔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讲起来是足残忍的。所以，搁伫1949年5月19日开始实施戒严，啊，戒严搁是全球内底，吼、哦，上重的，38年过56天，吼、哦。即全世界无人戒严，遐久的时间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当时是诶，即个主席兼总司令啊，就是丹贤，丹贤刚才上，哦，就是陈履安的爸爸啦，哦，陈履安大家有印象无？有伊嘛捌选过即个 ROC 的总统，吼、哦。哦，过来，这个是戒严啦，哈、哦，戒严是1949年5月19日的暗时12点开始，到1987年的7月15日，哦，迄阵民进党拄啊成立尔，哦，还袂戒严，哦，1987年7月15日才戒严，啊，民进党是1986年的9月28日成立的，啊，成立了第二年我才加入，
哦，所以讲我伫民进党25年以上，我清清楚楚知影讲，民进党伊无法度替台湾人本土台湾人这条路绝对行袂出去，因为伊个主张，哦，就是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这起先咱还袂了解这个法律的进程，咱听足欢喜的，讲好，咱来干独立。大家嘛拼啊！结果呢，在1999年的时阵，林卓水将这个决议文改改过来。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。安尼就对我拢总死哦。在这个 ROC 的体制下，民进党绝对行袂出去。伊嘛无方向，啊嘛无目标，佫更加较无理想。哦，咱毋知要行去倒去啊。所以讲，民进党的基啊，是藏伫个十字路口的内底，伊无方向。哦，所以讲，伫遮慢慢恁就会当了解吼。啊，伫1949年的6月15日，40,000+，我讲到这40,000+。我迄阵伫高雄州，哦，我嘛是咧演讲，啊，结果一个阿伯啊，吼，80几岁，伊足愤慨，伊就直接起来讲，我看伊真愤慨啊，我才声明伊讲，伊讲我迄阵换两部地的钱哦，换两项物件，啊是啥物物件？一项伫煮菜的鼎，甲一个伫煮饭的，两部地的钱。40,000+，那1,000,000是偌济？真个钱1,000,000，是毋是250块？你啊看，安尼两部地啦，真咱用两部地个钱吼，是偌济钱啊？哦，所以讲这40,000+，真正将台湾人啊，伫这个白色个恐怖了后，整个甲这个钱。把咱搜刮一空，即新台票吼，旧台票换新台票，即不合乎逻辑。美金有，新美金无，无咧。那迄个钱，旧台票比新台票，哦，即就是拢国民党来，啊呢，间隔讲起来吼。我若有些想要拢流目屎，真诶！你若真正对即块土地有心啊，哦，替咱个百姓伫设想，你就会想到，真诶囡仔，哦，我拢会听到想到阮对面一个少年家啊，啊有请请载小姐，啊我就一讲我讲讲，诶、欸，帅哥帅哥，啊是当时要食你个饼。我喙齿外足来啊呢，伊讲哦阿叔，我唔敢传，我着一个月赚无3万块。若真个乌托邦，新个一年我着好，上少7万。咱拿个手机，哦，莫讲买到讲 iPhone 六啊，着咱一般个手机啊，哦4-5千块，甚至有个拢万几块。啊，搁租一个厝诶，要有法度哪娶某生囝，无可能。哦，所以讲，咱未来台湾政府即种，咱整个就 ROC 诶政策全部拢改过来，安尼免烦恼台湾政府无钱。包括即个国防，咱比遮尔啊久，咱是毋免纳啥物税金诶。只是讲咱的得失，咱嘛买武器啊，迄买武器拢算过了1,000亿呢，啊，即拢咱的血汗钱，结果伊是伫遐分，分到安尼落地啊，啊地到迄做迄青年庄有足地啊，迄就是拢国民党咧做咧地钱的，啊乌的咱拢唔知吼，所以讲。
伫这个国民党伊宣布当选的时阵，伫1993年，伊有宣布一届，迄阵因的当选偌济，你敢知？9639亿。到即阵，你要看几年的时间，共剩8几亿。哦，甚至在选举连接在选举的时阵开200几亿，迄是安怎在开的？要开咱的钱呢？咱的汇款钱。哦，啊，结果，哦，若讲到这哦，真正迄心脏病哦，真正会严起来。咱的时段一个月老农安尼啊7000，因叫做农民呐、啊。哦，讲也是爱讲难民呾对，上少13000，上济是18000。结果你啊嘛，从这个时间，那9点你若伫日头中，你啊看，徛免10分钟，汗就对头毛流落来。哦，啊你啊看，因拢伫迄个公园，哦，啊无就外鸟啊，啊无就遛狗，哦。啊！你啊看，咱个时段就安尼做到安尼规身躯汗，像我知影